《苹果日报》颜色革命。2015年7月10日名彩论坛。E07顶级顶废陈也去年占领运动期间的士佬追击雨伞运动员，大闹咗人搵食，动粗的凶狠画面，市民记得一清二楚。这一回闹爆人左路的大佬，因为遇到白牌车当旺，大佬即刻变身，扬言堵路抗争，比一时此一时。臭豆的士大佬饱食终日，今番终于遇到市场劲敌，热爆爆红下载 App 排行榜首。市民受够红的污气，强烈要求调整市场。的士恶佬会点升级抄袭 A 股，叫行家誓死捍卫二万层楼和的士牌，跟预报砌过。这场动作戏最而家是白配花生酱，白牌酒潮，内地整容黑衣借酒店房开工，竟也有人捧场。这种高危的颜色革命，贪靓贪平者随时命都冇。黑衣不是暗角执业，公然租用酒店，旅发局不寒一声，旅业界立法会代表屁没放一个。高医生除了叫人物去南韩，今日还得不鼓励先嗌大妈开房，而特区领导梁某只顾化解集一塌的阵势，刻意称曾俊华是代表官员，名都冇提，摆明当佢透明。是非黑白不分的当下，从政的最高境界是当自己透明，